那么爱着你，那我也应该站在哪里？我无法怀疑那只假设性的问题，那要无法知晓你失去。我不懂太艰涩的道理，我喜欢模拟那些座右铭。今日是今日，比我每天都练习的是我，他都面对十年前的空虚。但是朦胧的未来已经逼近，善良的你又提醒我前进。虽然你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怀疑，你知道年轻的主角都是分离。下一步我该往哪一个城市去？美好的旅行最后一次休息，一部分的生命就将变成了回忆，最可惜。Thank you.